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为您讲解的是登升安防杯全国象棋女子甲级联赛的一盘精彩对局。对阵的双方呢，是由广东碧桂园的特一大师陈信林对阵开滦集团队的特一大师赵冠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盘棋呢，也是在这个去年的10月份呢，在山东高密进行的。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两位大师的这个精彩的对局。红方陈杏林选择的是当头炮，马八进七。红方马上进三。女方车九平八。陈杏林呢选择了是兵三进一。这步棋呢一般是就是红方的一个权利了，只要黑方不拱七卒，红方就可以先挺三兵。想挺三兵呢，以便把这个布局的方向呢引入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应该说是陈杏林比较擅长走三兵的变化。看他以往比赛，赵冠芳呢，应该说实力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对，他本身是来自云南的这个选手。这一次呢，跟王丽娜呢两个人呢双双呢。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为您讲解这盘呢精彩的对局。进入中局以后呢，走到这儿呢，当我看这个对局的时候，我第一眼我感觉黑方走上飞一个象，啊，那车一平三能出来就是走象三进五，对，啊，小三舅。这样呢，就是说黑方的阵型呢还比较规整，比如说你走车一平六啊，那么黑对，方可以考虑再走个士六进五，再加强一下这个防御。嗯，红方比如马五进六登进去，黑方呢就可以车一来守住。你比如说走炮八进六，那黑方可以通过这个对炮来保住这个啊，看住这个卧槽的这个地方。主要黑方这个阵型还是挺稳对，固将来可以车八平四进行防御啊，有对卒的这个机会。就是的。对。红马是很厉害，但是对黑方比较结实的阵型呢，暂时呢也不会有什么大棋啊。他将来可能对，要收个巡逻车，考虑怎么这个碰兵。双方呢，这个将进入呢比较漫长的这种战斗。那实战当中呢，当红方退马的时候呢，黑方呢就是选择了一个炮六平五，这招棋呢应该说是赵广芳的一个盲点啊。对，他又把炮回来对，了。这个炮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中路了，这个太不可取了。他还是希望有一个中炮啊，就是有一定攻势，结果这么一被个红想方法。马五进七一蹬，又是一个先手。黑这方样黑十方四就进五。应该说物质上有损失，而且步数上也亏了。啊，对。你看黑方才走了一二三四五六，他才走了六步棋，黑对。方走了六步有效抓法，那么红方肯定要躲啊，一二三四五，不算这个马就走了五步了，这对。个马至少也得有三四步的效率啊。当然说这个马也并你也不能说一二三四啊，对，最起码有三步棋吧。总之，还是黑方这个阵型还是有一定问题。对，盘面上呢，等于红方先手呢有所扩大，然后红方走炮八八进进四，进四，黑方先走了个象三级啊，对，他想把这个右车呢将来赶快亮出来，然后红方呢炮五平三，走了炮五平三，准备来攻击黑方的七路线。这个地方呢，其实既然你飞了边象，就应该车一平四出来，对。将来呢，有出这么一来，个巡逻车来进行防御。嗯，那实战当中呢，这个赵广芳可能觉得这个七路线压力大，他又急于呢从中路进行反击。直接就冲锋兵了。对。但实际上呢，红方这个双马的位置啊，对中路有一个掩护，你是攻对，不动的。这个七路这个马好像就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又捉不着它，对。但是还挺好的这个位置。对，然后接下来红红方方是兵三进平一。三级。黑方，我觉得他是不是最早设计马七进五，想这么对出来呀、但是对出来这个三兵冲下来也是啊？对，三兵冲下来最主要，难他这个下。车啊，他将来出不来，这个闷闷弓又有威胁，这个七路底线这个闷弓的毛病呢，就露出来了。就是还是按照张老师您之前说的，应该不识相啊。他这个还原对，中炮以后，这两个相位，有点分这个太散对了。太分散了，那么实就战有当问中，题。黑方呢看到这个马七进五也不满意，他不能将来顾及这车一平二这个闷弓啊，对，到车八进六，那么红方就想先把这三路兵呢冲过去了。当然说这个棋呢，黑方也并不是说不能下了啊，对，黑方呢还有呢抗衡的机会，因为红方这个几个子力啊，暂时还有点啊飘忽不定。只能说它是物质上有一些损失。那黑方呢先这个避让。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如果黑方走车八平七呢，倒也行，车一进一先他看一也下。要逃马，因为这个地方他不能吃，吃呢红方有个妙手，他有个马七进五跳哦，中正好跳进来。利用这个底下这个闷弓的威胁呢，车吃不了马，这个对，闷这弓样杀你只棋。能一个车换二，那肯定吃亏了啊！对，砍炮他吃了，你的车还没出来呢。我们知道布局阶段呢，包括中局的起初阶段，一个车换两个子呢是容易吃亏的，所以他没有去吃，他走马七退九。这个地方呢，感觉呢，就是说红方呢怎么样啊？他就把这个兵呢，红方下棋他也很强硬啊，中路好像也没有什么攻势，我索性就是先谋得这个物质力量。对，因为这个马正好成了掩护，这个地对，方呢，就是说黑方呢吃一点亏，但是如果要是走的比较顽强的话呢，应该说战线还是比较长。那么黑方最好的走法呢，就应该是走车八平七，先捉，黑看这方，个炮去哪儿。红方可能也得，你炮要躲，还将来我有可能吃你一个底象，对，这儿
对红方呢阵型呢也有一些的威胁。如果你稳健，黑方可以走炮九平七来对炮，这样你肯定要炮对了，对了我在马九进七跳出来，这样呢我黑方子弟的位置呢还可以，就是对于红方来讲呢，要想扩大战果呢还有难度。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方没有处理好。实战的话它是子弟太分散，就是这么走黑方呢还是可以的。对，他实战他是走车一平四啊，红方兵七进一，他应该再赶快捉，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计划。对，他要没有去捉，他这会儿呢他就直接炮九进四打边兵，这招棋呢是一个啊坏棋，就是等于黑方呢太急于从这个中路啊想反攻了，边线切入以后准备炮九平五。对，这也是在这个劣势的情况下，这是急于反击啊。对，所以这个也挺符合这个赵特大这个下棋的这个风格。对，他应该有耐心的，就是车八平七，然后再炮九平七。对，先出这车平四也是可以的。那么走到这儿地方呢，就是红方陈庆林呢，应该说是他这种灵活建长的这个棋艺风格体现出来了。对，他呢不去一味的去防御，比如说不像不是，他是以攻代守，他先走马七进五，往这个中心填子。对，他这盘棋这个马走都非常灵活。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马三进五登出来，我底线就有将你了，将来有个底炮的攻势。黑方很危险，这个一甩炮以后啊，而且我兵四平五随时可以把你中马吃掉。对，那么黑方呢不肯马三进五，那就挡不住，这个马呢又没有好的位置，向回退呢也太失先了啊。对，他车四进三的时候呢，他这儿把你这个车呢牵住，然后他这个时候左炮呢又很灵活的退三步来回答，啊，这是个巧招。对，如果你直接退，对方有这个卡车的这个手段，那走一个过门，对，你再卡车呢，我马五进七就白登你的马了。所以这个地方呢，经过这一转换呢，红方就确立了这个多子优势。对，所以说这盘棋啊，黑方的这个实力呢，主要就是这个炮九进四啊。当然，这个布局阶段呢，这个炮啊，二楼炮移动的过于频繁，也是容易导致后手。而中局呢，这个炮九进四打边兵呢，急于反击，造成了这个巨大的失误。是啊，就是还是这个中局开局这个落后了，对，所以没有办法。接下来黑方走车八进一，红方走炮八平一，打掉。对，如果你吃炮的话，他可以炮一进五打掉。对啊，如果你再吃马，黑方有车平三啊，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个局面，尽管黑方呢。就没有丢子儿，但是子力不丢，局势是有危险。对，但这个残局很难收拾，因为这个底象要丢，他下步将来要沉底炮，你这个登了呢，他都可以这步理你，都可以把你底象先吃了，反正你也逃不掉。关键黑方没有什么攻势啊，这个。而且这个沉底炮呢，是一个绝对先手，将来沉下去以后，抽马抽炮啊，还有这个车八进八、车八进九这些战术的配合，这个棋就是黑方呢。应该说也很危险，哎，没办法防守了。实战当中呢，黑方看到这个地方呢不利，他就走马九进八，索性就上马，这来拼命一下。这样红方走车平三，正好呢保住，马八进七走不上，因为打了难攻。对，车八退一。啊，黑方来退车捉这个，他红方呢就他对炮三进五，直接去逼对。对，他直接打倒也挺好的，他实战他是先炮一退一，退了一手。哦，他还是多子想先防守一下啊，他退了一招。对，黑方啊，车八平六啊。对，这个时候红方感觉这个炮三进五这步很严厉。这样的黑方呢，就说你如果去换子啊，如果你登了的话，他甚至可以考虑进车保住。对啊，下步啊，因为这个马跳不进来，跳他打回来了。对，下步兵四平五，这个兵四平五就把你这个中路全给你吃通了。对，黑方这个丢子儿挺麻烦的，他只能把兵吃回来。他实战也是这样，红方炮三平七，然后黑方再车了平五。这样呢，通过这个转换以后啊，红方等于盘面上呢净多出一个大子。对，所以说呢，红方应该说胜局呢已定。就红方这个一开局这个二路马运用的很好啊。也中路也是现在才忙里偷闲补了一手士。对，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哈，就是黑方在布局上的这个炮啊移动太多，主要就是最后这个炮九进四啊
这个使得红方这个战术袭击很成功。对，当然后边的招法呢也是比较精彩，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完啊。红方先试了进攻，补了一手士。那在我们讲棋的这个之间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女子象奖呢是由中国象棋协会和这个高密士人民政府啊，也就是这个著名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作家莫言老师这个家乡啊，对，山东省啊潍坊市高密士这个象奖呢已经开到第四个，对，今年是第四届，啊，对，第四届了，对，应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女子的选手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切磋的对交流的这个平台。就是象甲联赛一开始呢，我们女子棋手就是每一年就感觉水平都有质的飞跃。嗯，对。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呢，也就是2016年到2017年赛季的这个比赛呢，上半阶段呢，就是第一阶段呢，目前已经打完了。对。现在呢是今天的这个主人公，这个应该是开滦集团，对，开滦队。暂居榜首，我们北京九重会队呢以这个一个胜局的这个微弱优势呢这排在第二位，对，所以说这个上半年，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四月份呢，我们大家呢还将啊赶奔这个山东呢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对，将决出这个争夺会更加激烈，对，第四届的这个联赛的冠军啊，对，嗯，就是每年呢赛两次啊，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但是跨年度的。对，广东碧桂园队呢，应该是首届的女子联赛的冠军啊。对。今年呢，第一阶段可能下的不是特别理想，不过呢，他们也是后劲十足啊，应该说。实力还是很不错的。对。然后红方这时候就直接炮一平五，嗯，来化解黑方的攻势。象甲比赛呢，也是一直得到了这是高密士政府的这个大力的哈，支持。对。应该说都在。目前这几届呢都在高密士进行了比赛啊，那个当地呢也是请了这个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参与这个活动，对，并且每年呢还有这个进行啊，嗯，什么进校园啊，对，这个，各种活动啊，一些公益活动，嗯，啊，大家其乐融融嘛，也是一个啊象棋的乐土，也是很好的宣传了我们象棋的文化，对，嗯，然后接下来红方走当头炮，对，这样呢黑方在中路攻势上就受阻，应该说红方就自从多一个子以后，就是黑方也是很难这个挽回这个局面，那黑方走，嗯，最后走车四平三来捉炮，如果你这个时候要逃炮，那对方车三进二这个棋呢还有一些反扑，嗯，对，这个地方呢红方呢就是早就算好了成竹于胸啊，正好有个巧招啊，他进马蹬双车，对，因为你这个卒呢啊虽然能吃这个马，但是我炮五进四呢就可以把你这个车呢打掉了，对，实战呢也是这么下的，红方呢就是通过这个啊蹬双车的妙手呢啊再次呢迫使黑方呢一个车换双，这样呢就可以说基本上就锁定这个啊胜局了，他先补了一手象，红方多子就尽快的简化局势，黑方是卒四进一，卒四进一，红方这个时候看这个也不用防守了，先强行进攻就可以了，黑方是卒四平五，好，红方黑方呢最后的反扑吧，对，红方也先叫将将落势，然后车再退回来防守，这个防御也是必要的，否则这个撞两个象撞飞掉，然后啊车五平三，嗯，就说如果打一将他出帅，对，这个炮打出去也没什么意义啊，这红方逃炮啊，黑方吃掉，红方再出帅，必要的防御他叫一将，将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进帅，进帅他马怕进七，还有一点威胁啊，麻烦，你也守不住了，嗯，这个点，是，所以这个点红方必须得十五进六，嗯，啊，黑方呢走炮五平四，炮平四，他就进帅，马八进七，啊，黑方也是最后的一个反击了，准备挂角，红方再支势，再炮四平五，最后呢，红方呢采取了决定性的进攻，一将，他支势，这个时候直接打势呢也是可以。对，因为你现在吃这个马呢，直接打士也够，他平无炮更好，他想这个让你老将出来然后再打士，对，这儿呢就等于红方呢，嗯，进行了这个经典的这个双车错的这个杀法，主要黑方这马七进六将也没有棋，将他可以帅我平六啊，对，那最后几步棋黑方上将上将红方将再上把中士拔掉，黑方车四平五啊，还是下得很顽强的，嗯，红方这个正好又有一个巧招，嗯，象五进三，就再次把马吃掉了。对，当你车五平七的时候，他车五退一，一将。对，他实战是这样，等于红方呢，这个多子呢就胜定了。
对。那这盘棋呢，就为大家呢介绍到这里。嗯，应该说这盘棋双方对攻呢，最后一段呢，尽管黑方是少子，但双方质量呢下的还是挺不错的啊。对，还是很积极的、啊、这棋。好，观众朋友，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也希望您继续啊关注象棋直播节目。好，朋友们再见。啊，朋友们再见。